两双的风，还有醉人的女朝香。哎呀，我来两挂喽，好恁听哩，讲咱的故事，好恁这个大手卡。讲予你知影，古乐的音乐是真好听啊！你，纯真的相思也悠悠，掌声响起，大家一起来，我心歌明白。的爱将与我同在，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。
也是大家的牙签哦。哦，对，咱个团来对，你把它选出两种弹拨乐器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。哎，小妹妹，好快哦！小妹妹，你请坐，来。你知道有什么乐器？快，爸爸问爸爸，爸爸妈妈有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很好吃那个乐器啊，很好吃啊。软弦，对，有个软弦，对，还有一个。琵琶，琵琶答对了，好棒哦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得到了我们 Judy 的第二个项目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在最后再考一题就好了。让我来考一下，这题比较难哦。你刚刚要有前面要有来才会知道，要有注意听刚刚演奏的歌，《扎起凤飞飞》成名曲就是其中一首的台湾民谣是哪一首？那个叫做《寻找回》哦，请举手，一二三。哎，这位小妹妹，啊，高山青没有这首歌哎，刚刚没有。第一条，那条啊，那条我跟你说，如果换下去，会变成，会怎样，像我们飞过去，叫什么？哎，花明聪，哎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这是真的，送你一张我们乐团精美的 CD， 请你留，请你留下那个盖在上面，请你留下住址，对，欢喜欢喜啊，实在真欢喜，今天各位咧，就请我开讲，请我开讲，实在足欢喜啦，是吧？开讲欢喜。